然后我们把那个数学弄完，弄了就那个就去洗漱，给他睡觉啊。但是你没搞明白为什么不走，是不是签字？嗯。我觉得你数学的那个啥来着？那道题我真没看明白。你是不是最开始就画的东西一样的，然后因为它减少了八人，所以你把这里擦了，对不对？这里有八，然后它又增加了，这里是这样，你涂是没问题的，但这里要把它擦掉，因为它是它的三倍，它剩下部分相当于只有一部分一份噻。是吗？不用亲笔擦，你先把这个。